一波波的浪花不断朝岸边拍打，仔细看有民众穿着潜水的装备在海面上载浮载沉，大浪打过来的时候，它几乎都要被吞没了。有民众就拍下这惊险的过程，而这个地点就在屏东的垦丁，但是受到这个潭美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海边掀起了大浪，却有潜水的业者带着客人下海潜水，引发批评。虽然从气象局的海浪标准里面。 还会达到管制潜水或者海上潜泳等等的活动，但是各个海域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会有局部的大浪，也请各位业者特别注意游客的安全，不要贸然。 带领游客进去潜水。虽然从气象局的海浪标准里面还没有达到管制潜水的范围，不过呢，口感处也提醒大家，在台风期间呢，还是尽量不要从事这个海边上面的水上活动，避免发生危险。